怎么样玩？七大百姓告诉你，轻轻松松十combo起跳。今天要来为大家示范50关的轮回。对，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个龙哥到底对不对？你看减几点？我刚刚那队应该也是啊，真的是完全没买，什么都没有分。因为西亚是玩那个轮回比较好试的、啊，大家要看出玩法。因为我他妈打地狱就有点虐自己，不然就玩那个、啊，就玩那个侠在井中一死行啊，那个有那个也可以玩。你说那个单玩那个就是那个光仙剑的副本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我还没玩呢、欸。对，侠在，不然我是侠在井中上面那个。为什么要带主角、啊？等下再示范、哦、可是他要木的、欸。不是，我说上面那个啦，上面那个。哦，上面那个、哦。那算了，那是玩轮回好了，因为轮回比较耐玩，可以一直示范，一直示范，大家才可以看到重点。不然一直看我死，看不到重点，是真的。因为地狱真的容易死，我试过了。因为他跟巴比伦有点类似，但是他其实，欸、应该说威力，我自己觉得啊，甚至比巴比伦还强。那稳定度呢？爆发力一样强，问题是回复力的问题。我是稳定度，稳定度来说，希腊不用带主角，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玩呢？啊，你还不知道不、啊，因为大家那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希腊带主角会断珠的那种想法。啊是啊、哦，哎呀，所以就是你一回合爆发之后，珠都会留在上面，下回合会断珠。哦，原来哦，所以应该没看过百姓玩丢切哈、哦，这位观众。一个法线的概念，法线怎样？要怎样？要弄出法线出来的？不是他的意思是法线在往后推的概念。他这样子，拍谁？我无迄个凹诶，所以没办法这样。啪！没有美人尖，没有办法那个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到那个头，你就想要戳一戳，然后啪下去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弄法。首先，第一关就高潮，会不会太高潮？不会。大家介意吗？不介意。看到你死比。怎么玩希望其他重要，没办法，这个关卡没办法，我想死也不行、哦、首先先教大家一个比较 OP 的玩法，第一关就可以了，就是两康变十康，有看到吗？各位有看到吗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应该不难哦。有人会觉得可能是运气好，我等一下再示范一次哦。注意看哦，两康是变十康，我算过平均超过十康某以上。哎，我在医院一直试。希腊关键哦，公式旧的公式对不对哈、哦？基本上就是三颗生一颗嘛。三五六。哦，不是，我是说它三颗生一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对，新的是五颗生三颗这个东西嘛。嘿，哦，好，追加。注意看哦，两康变十康哦。注意看哦，这一招我告诉你，无往不利啊！我在一开始就给你高潮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攻击力，哦，应该是蛮舒服的哦。看到没有？双子行，哦，为什么要转属？这样了解吗？让它好转，哦，懂吗？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基本上百姓今天就在这边揭秘哦，直接告诉大家怎么玩哦。两康怎么变十康？哎，左边切失败了哦。这至少应该有六康。哎，对，这是平均值我算过，就是你假如两边这样切的话，运气很不好才会有现在这种现象。运气很不好，你自己看一二三四五分之一的几率，你要切到中间这一颗，懂吗？五分之一，当然就是有这个几率。平均大概都十康啦。那我自己在试的话。那个怎么讲？至少都十趟以上。然后还有一个玩法我还没试过，我刚好现在可以跟各位试。刚刚有人问说要带主角干嘛？看看主角怎么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前面就该开主角。哦，对，教大家怎么玩希腊哈，对。
我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哦，来不及转没关系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两汤会变几汤。21汤。好，所以不要跟我讲说现在带主角没有用。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样会断珠了。断珠？就变这样子？有吗？我没感觉。有吗？所以知道我的编队了，知道了，各位。哦，那然后因为我用这一队，哎，等一下用光希腊再试另外一个玩法给各位看。嗯嗯。对。有进主角的玩法。对，哎，有变形的玩法。哦，希腊在玩哦，为什么我会这样玩？然后我的 combo 数都可以维持到一定的水准，我也没干嘛。说真的，平民是两 combo 起跳，开什么玩笑？两 combo 起跳，这简直是侮辱人的！这是转主角随便开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两 combo 起跳，哎啊，是不是？那两 combo 起跳，你看到没有？用哪个实况组可以玩这样一直两汤，然后两汤下去就变实况？你告诉我哪一个实况组可以这样玩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之后会有很多了，我必须讲，好吧？等我讲完之后，他才掉完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等我讲完，他才掉完。就说西亚这个好不好玩？非常好玩，用这一招好啊。但是你看到消整版的时候就不一定了。消整版你就因为这个天降就没办法控制，这个天降没办法控制，就看天降。哎，对，啊，康博数你看变九康了，差价左右这个跨买哦，所以你里面专属角越多有没有？越好爆发，每一回合你只要两康就是爆发。可是其实如果是有进珠的话，其实不用那么多也可以一直爆发。哦，进珠啊，进珠就更不用讲了。对，有光暗研析的话，就是连转都爆。哎，那又有不一样的玩法喽。哈哈，大家等我到。嘴炮台，这个观众说的好，看到没有？用嘴巴这样，对，指导一下。我告诉你，你随便玩就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一炮了，开玩笑，对不对？键盘指挥部，对吧？我可以玩键盘，我可以玩战术，我还可以打地狱。OK 吗 ？OK， 对不对？非常好。Do you have any problem？ 那个 Stanislav 77 Blast 13 7，我不太会念你的名字，对不起。为什么在后面越变越奇怪？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念。好，注意看哦，两康哦，希腊哦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大家都玩两康了。你们听到那束缚的声音？有没有十康波以上？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十康波以上？一只的攻击力，你看一下多少？我之前有几次那个用演习，然后就是用艾希亚单开演习，然后掉到50几康，那会吓死。嗯，对，所以希腊你只要了解他的公式哦，基本上攻击就没问题。我现在讲的是攻击，我还没讲控天降哦。哦，希腊控天降的真的比较不会，就是另外一个了。另外一个世界。嗯，好，顺便再跟各位这边揭秘，好不好？控天降，百姓常常在讲哦，我们现在来控制一下我的天降。啊，我不敢讲100%，好不好？有这一点也绕口一下。啊，不过控天降，我尽量把抗魔术降到最低的一个状态哦。但是我要能够做出攻击。我看到我切3排4，都是小事。有没有？啊，攻击力就差很多了，但是我还可以做一定的攻击力，一支大概5到7万左右，这个叫控天降。哦，啊，记得是要切开，哦，记得要切开，哦，4颗以下，你这样才可以控天降。了解哦，啊，有时候它中间给我插进去，我不要抖啊，插到哪边？插到这里，插到这里。哦，啊，例如你要插什么？一路掉就一路掉到底。这种就是它旁边要插2颗啦，啊，几率很低啦，所以百姓在控天降是有它的技巧。今天来看的赚到才97个，因为人很少，所以我这样讲。因为这些观众已经是特别忠实的观众，所以今天我就把它全部讲出来了。这个大放送啊，哦，什么鬼？很夸张，对，没错，我也觉得很夸张哦。哦，注意再看一次哦。哦，因为 BB 好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常常会跳，你知道？1234。可你不是说不稳定吗？
他没有跳，他升华了，不一样，他升华了，康赞博赶快，好，我升华了，对啊，我是升华的、啊，注意看啊、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，两康哦，两康做十康，我跟你讲，人家切你中我送水啊，我跟你讲，看到没有？平均十康没有问题，看到没有？都十万以上哦。哦，稳定性是还不错。我说攻击的稳定性，可是回复力的话，就要看你的组队。其实这队回复看起来应该不错吧？哦、嗯，不是啊，他没有转新的、啊。哦。所以我打这次的关卡，像那个水火油那关就会死掉了。对。对。哦，大家知道哈、哦，基本上来了，百姓不怕你们学走，尽管用。对，但是千万不要在时光台上面告诉他，我昨天想到一招很好用的招式，那我听起来就不太舒服，你就安静的用这样。你昨天想到，我昨天才刚拍实况的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当然我这是针对某一些，就是我不晓得有些人就是会把就是会自我催眠，就是说到一些很棒的 idea 变成是那个对，哦，是个第一，对吧？就我们不要讲，但是我相信这九十几位观众是没有问题的，其他的我没有说他有问题啊。看明天被打，明天会被打呀、啊？不会，我又来了。啊，像这种，这种就是他自己叫，没办法。等一下，他才十一汤哎，我刚几汤？也差不多。对啊，两汤哎，我只做两汤哎。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不过如果那个每次都把握消到五组的话，会不会更好？啊？你平常应该玩应该有感觉，但是应该没办法像我这么稳定十康吧，对不对？你每消五组就会多掉两颗给你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我两边五啊。哦，不是，他是说消五组珠，不是五颗两组。五组珠哦，怎么切啊？嘿，一组人的。他是说要消五组五 C 耶，五 C 才会多给两颗啊。他的技能说明是这样。不是、啊，你误会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是说消五颗，五颗。因为他这边写每消除五组符石将产生两粒暗符石，我之前看也是这样啊。五组，我看一下是每消除五组符石将产生两粒竹属猪符石。我看一下哈，五颗多两颗，对啊，它是 C 多两颗，不是五颗多两颗，不是消五掉三，看一下应该不太对。我看一下哈。所以我误会他的公式是这样吗？因为之前我一直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一点怪怪，真的吗？你看一下，因为应该不是。我真的误会他的公式了吗？是五组消两颗，是五消五组给两颗。等一下哈，我先自己把它打开，按上面的问号。没理，哎、欸，不是这样，这样不行。按问号，按问号，右上角卡片右上角。每消除，你看它中间写每消除五组符石，产生两粒光符石。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不太对。五组，因为我消旁边消两颗，是我记错还是要改过呢？你们一直看都是五组吗？对，我之前看都是五组啊，都是五组符石。哎、欸，是五组。不是，可是我测试五个 combo， 我测试出来感觉不是 combo， 你们看起来像 combo， 应该不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因为你那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40%的弱阻率的提升啊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嗯、那以前就没有，你这样想，至少要五颗哎，我再试一次，至少要五颗哎，这样才基础。因为我觉得很怪啊。两组，这样才两组啊！你看旁边那，你自己看。那如果没关系，你改成消五组的。消五组，几遍了消？要改成消五组。没办法，不用消叫录音啊。你不用消竹鼠啊，你就是消五组随便竹，然后两边消两只牌，然后中间再随便消三 combo。五组就是，就是你两边两只牌，然后再创造三。哎，较困难，你得考英文。我多安尼四五多两颗，来看看会怎么样、啊？好，完全没有感觉，那个给力的感觉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对啊，为什么？
所以我不晓得啦，搞不好真的公司是 像我讲那样，还是我看错，我不确定。可是我自己测试出来的，对不对哈？就是我这样玩，应该你们认同我的玩法吧？可是，如果你用有进驻，感觉就会差很多，就真的蛮有感觉的。对啊，可是那个是先天的问题啊，那个你就不知道他是公司到底是怎么样，嗯，很奇怪。没，重点是这个方式是好用啊，就是消无阻。看各位使用方式吧，不然就要录下来，因为，等一下我再看一下。而且之前我还有发现，如果你把它削成就是左右上角削 L 型会很好用，就是真的这个弱度很可怕。你用光暗系来测试，可能蛮厉害的。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，那 L 型其实它不是 L 好用，主要是L 的比较好转，比较好转。嗯哼。对，但是你如果按照落珠的几率来讲，对不对哈？嗯。直排的落珠会比较好。直排的落珠哦，对不 对, 對？我再示范一次，再示范一次。对，一直今天整场都在示范这一招，有没有？就还没有示范另外一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有点很舒服的感觉？都是十康波起跳，记得哦，十康波起跳，而且是现在来了。右边就，我知道你就那个 L， 那个时候撞出来。我的意思说 L 好转啊，所以你们在转 L 的时候会觉得 L， 因为 L 可以让你帮助你 combo 数很高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嗯对。不然按照落珠几率，一定是这一排的落珠几率会比较高，一定是两排会比较好的。对，一定是两排比较好。哦，所以我才会玩这个哦两康的玩法。哦，所以你怕你 combo 数不够，转两康就可以了，好吗？但是以前的西亚没办法这样啦，我必须讲啊，至少十康哦，只要很衰才会大概六康啊，我还没低于六康的啦，就是两边都被你断。对，有看到这个特殊玩法啊，今天这个我们多了一点点观众，100位观众了，你们就是看到重点了哦，这才是这种西亚的真正的一个精髓啊，知道吧？两康变十康哦，那个slogan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在医院已经想很久了，好吧？啊，两康变十康哦。做地别变恐慌，好不好？这样玩很好玩了，这样很好玩。这个灵魂石我都直接给他灌过去，我跟你讲，当没有灵魂石存在。我看一下啊，有人说那要低调点哦。这个也不是也低调，没有，他不会再改了啦，这个就是固定就是这样。每组不掉水，五组寒天降，水会掉到中间。五组不限手效，五组寒天降不限手效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五组如果你消五组，就会多两颗；再消五组，又会多两颗。嗯，好，天降消也会有差。有可能百姓误会他的意思，对。但是百姓就是用人体试验去试验出最好的一个消注模式哦。没有转注就可以用。啊哦，没有，我没打算转啊，我没有注意到所记的问题。好，对，我刚没注意到。然后还是一直掉。哦，这种如果照逻辑没有错的话，后面这个因为五颗位置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他才会一直枪嘛。对。我消个五组哈，一组。可惜你刚刚没有带五组中，不然可以试试看三回合的爽感。什么意思？不过可惜你刚没有带稳重，不然就可以试试看三回合的爽感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水仗很悲剧，就是稳重没错了。那我那时候测试怎么测的？我带右边的稳重，不是啊？你说怎样？右边的稳重啊？不是，我带那只那个什么龙双成位。哦，我有练好了，练技卡对不对？对，我有练好了。好，各位观众记得哦，能康并恐康不？病狗康哦，在不？好，不是病恐康哦，太 OP 明天就被改，不会啦。这基本上我都把时光拍人改掉，就太不合理了。好像大家应该是正常转，你也没办法衰啊，因为这改就改了，叫什么衰啊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就正常。这次设计就是给那 L 左边 L， 哦，但这种都是碰运气。我讲这种正常的消法都是碰运气，百姓玩的玩法是消稳定。希腊还能稳定哦，我跟你讲哦，金能杀死狗，但起不会告状。我都要数一下，四康对希腊来说算什么？我都要数一下，是不是
是不是啊？这边左边看到没有？切掉了，那 combo 就破坏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一边运气哦，注意哦，不要乱切，知道吗？不要乱切，就是因为不能切，所以不能回血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因为他不能切，所以我没办法回血。左边中间切到了，哦，那 combo 数就会变成随机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就是运气好的一看，对对对，就是运气好了。哦，啊，用百姓刚刚那个两康变十康的玩法，哦，基本上是对，是中间都不能消到，就是对，中间不能消掉，中间不能消掉。啊，等一下玩光了还有别的玩法哈，哦。我觉得如果有演戏，或者是随便转都可以。哎，随便转还有他随便转的技巧，因为我的爆发我可以持续让它稳定啊。重点是你要持续稳定的。你现在用 X S May 什么开的 ？Manikin 啊？百姓用的软体什么软体啊？哎，这个观众啊，我去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啊，就是你在实况台要我教你怎么样用实况，就是。你可能上了那个 Google 一下，可能会比较快，好吧？不然这样的。对，其实蛮多观众来问我，我就觉得不是，我是实况主，我不是，我可以教你神魔之塔了，但是不要教我教你怎么安装电脑之类的。就有些观众来问我，我说我实在我不是说不会打这个嘛，因为你可能要爬完掌，不然因为这个好像跟我原本的那个不太一样了，好吧？哦，像这种我们就把它切掉。然后一二三四六哦，要我们做个十康，不是十康啊，十颗了。哦，但是这个就没办法用刚才那个玩法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办法用？你知道吗？你说现在没办法用刚才的玩法？哎，对不起，十五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效光乱的关系。哎，对，没办法，所以你要看场合去配你的技能。对。如果你这样不小心没有消耗光，油也没有办法供自己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他的爆发的要诀大家知道哈，哦。啊，至于关卡要怎么去配置，大家要自己掌握一下。没错。哦，啊，如果跑掉观众就看不到那个什么光希腊了，哦。所以你要很有耐心等我把这关那个轮回打完了，打50关的。啊，这种都是现在这种天降都是吃运气哦，所以比较难控制。OK， 基本上我就觉得现在可以顺便试试看那个就是消骨，练手转消整版实际点。对啊，你要去练整版消练手转消整版那个三零四不该喷圈三七的那个玩家。对，不是我不会念啊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还是去练手转会比较实际啊。这边看就不太实际，对，对，我这样讲应该还蛮中肯的吧？因为我们是平面三到五了，好吧 ？Mini Can 用来直播桌面的网络摄影机，为什么限定光希哦？那当然，这个节目的这个秘密当然是要等一下再说啊。现在讲也可以暗息啊，现在太早，哎，暗息会不会奇怪嘞？可以试试看，应该意义上应该是差不多吧。应该是差不多吧。对啊，意义上应该差不多啊，因为主要有那个演习，因为这个账号有暗器的，这个账号有。可惜已经没有光卡可以给你打。不过轮回已经玩掉了，对，轮回已经玩掉了。好，哦，对，我们还是用平民三道哦。基本上这是今天的，太多了，这就是没转好，应该要转这一只，这样懂吗？这样各位懂吗？懂。对，你在爆发的时候要掌握刚才这个原则，然后掌握的是什么？旁边哦，旁边两排，中间怎么消不重要，旁边两排要消的，啊，因为看到两把剑，基本上就已经背力拉上去了。呀，人家十二康嘞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样才十二康哎，有那个比我更好消的吗？有的话跟我讲，好吧？对，有的话可以跟我讲，让我学习一下，好吧？一二三四分享啊，对啊，大家都，我是喜欢大家一起分享啊。都不用担心稳不稳，不用担心稳不稳，不用担心稳不稳。
生，生，看有没有这么好用。什么叫做光希腊？什么叫水希腊？什么叫做希腊？这就是希腊，让你两康哦，变十康哦。啊，像这样做正常效，他说生两颗嘛，对啊，接下来天降就是一直等他那个。好，所以我刚刚应该是误会他的计算公式了，只不过落珠率为什么那么高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试出来就是这么高哎。冥冥中自有天意。对啊，啊，各位有看到我基本上我这一队是。我这队是只有两个转属的哦，相对蛮熟，看到只有两个转属就可以这样一直爆哦，每一回合大概是爆个这个，哇，这钱有这样呢，这好像好几百万呢，55万8换一只，这个太多了。这个12345678910不高，哦，那这是属于一个天降的一个姿态，我没弄它，是天降，这是正常人在玩的感觉是这样，但是你们会吃到一点点运气啊，暗光暗火，不用跟他客气哈，火。光，哦好，我直直的开左边一条，注意看啊、哦，直直的哦。我们直直，哎、欸，没有直到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威力还是有啦。哎、欸，没办法，你有消了其他杂猪，就没办法做出百姓刚刚做出的那种消猪。对，运气来就要开运气。对对对。不开西亚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必要，现在没必要开，所以就不开了。就是开了印记，那印记一直跌。那我一定要消五颗啊！变成我有时候我要爆的时候没得爆了。然后大家喜欢 L 的有没有？可是 L 真的很好用啊！有没有不好用啊？很好转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 ，L 它是转很快，我只要溜溜了一下就过去了。问题是落珠率就差了，落珠率就差了。算你 L 还是可以有办法很厉害，可是就不很不稳定的了。对，我稳定性没办法像白金刚像消双姿牌的嘛。对对对，双姿牌。哦，双姿牌要解除了升华剑那两把以外，对不对哈、哦？还有就是希腊的落珠率提升。哦，所以假如像我平常我不要的话，我其实哦也可以这样消，哦消两边的，哦增加没有掉了，看你水珠掉起来就很舒服了。真的。今这台是算是比较秘密台啊，你知道吗？平常300-400个观众就看光光了，我没差，反正现在就会分享。目前这些观众一定是比较常来看百姓的观众，先分享给你们看，好吧？好，一样双支牌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灌得过去？灌多少血？50万。好，开一次吧。每次开野戏之后，觉得手机会天降到没电。50万，我们看看双子牌可不可以灌过去哦。啊，这个不一定，可是我已经开了一只希腊了，所以很难讲。我来灌过去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我？是不是？啊，现在就缺珠了，就是我不喜欢开的原因是这样。那我就让他缺了，好吧？他不应该开自己的，应该是开别人的，因为他性命比较短。对啊，我开自己的。哎呀、啊，不是没练，就还没有练满级。对，还没练满级。所以他只记手消。哦，所以有些时候有些理论，百姓比较少，我比较少用键盘攻略，可以说是零啊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实战的一个经验。像我好像误会他的那个落珠的那个公式，对，但是我是用实战去测出来，如果测出来结果是这样玩，哎，那就是这样玩了，知道吗？就算我搞错他的意思，但是玩起来那个意思就跟他的意思就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意思也不是要让我们这样玩的，你知道吗？
结果百姓弄出一个两康变四康的玩法，还有他想说明天是不是可以要限制一下，对吧？都还有酒、哦，看到没有？我说至少我遇过最衰就刚刚那种切开，大概六康啊，六康，哦，六到六康以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真的蛮厉害。好、哦，所以百姓少用，比较少用键盘的原因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要实战比较实际，所以我很少先用键盘攻略，我怕有时候害到人。对，不过好像还蛮多人喜欢看的，奇怪。对，我发现蛮多人喜欢看的。哎，这是水珠吗？你看，这应该是水珠吧？哦，我没记啊，因为我看的形状是水珠啊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是一样，就是两康变十康，看一下是黑黑的，你有那个熊那么黑干什么？伤害眼睛。哦，啊，中波这里消掉不好劲，康波数还是蛮高的。两个 L 型连在一起变么字形，我有转过，哎，对，基本上蛮好笑的。就是首先我先跟各位解释，两个 L 弄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会把那个康魔术少一，因为上面三个连在一起。哦，啊你少，然后连在一起之后，你切开的时候，中间有杂珠跟水珠，又把你的攻击珠切掉了，所以 L 是不能这样切的。哦，不过我可以替各位试另外一种 L， 刚刚才想到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 L 是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得出来，五吸是五吸两颗是没错的，五吸是两颗，那五吸送两颗，哦，一二三四五，大概 L 是这样，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我来试一下别的 L， 我看一下。一二三四，一二，我看，哦，有没有看到逆 L？ 哎，我好像叫到别人猪了，好像效果不是很好。我百姓都是这样试出来的，为了避免我关系越挫越勇，对，为了避免我GG哦，我们还是一样哦，就是。我靠！中间怎么那么多杂珠啊？算了，像这个现在的天降就是属于不稳定的，有可能非常多到一个离谱，有可能少到一个人很夸张。这是一个多到夸张的状况。不要拿有延希的希腊和没有延希的希腊比，有延希和没有延希差很多。然后希腊其实不要，其实他没有什么改过不改过了，感觉哦，感觉稳哦。我跟各位讲哦，就是你的感觉。知道吗？你感觉，哦，我感觉好舒服。你有感觉到我的舒服吗？没有，知道吗？你只能看起来我好像很舒服，感觉我个人是不是很认同的？你要就实测，像我现在实测给各位看，我就是两吸变十吸，哎、欸，因为我感觉两吸应该会变十吸哦，哦啊，像斯波，大家可能应该也大概都认识他哦，他常常跟百姓做实测。欸、就是两个在那一直做，一直弄，一直弄，一直弄。哎、欸，实测是最实际的、哦。哎呦，不知不觉来到这里，啊，真的蛮快速的。那你们在干无聊不？哎呀，阿拉无无聊诶，太急了。啊，这时候就靠运气了，好不好？靠运气就很不稳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看命老师，刚有水珠吗？我看一下他那个，我可不是有没有水珠啊？新珠了、啊，西字形，什么是西字形啊？你在考我？什么是西字啊？应该是佛字形吧？佛面没有太大帮助啊，就是也是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影片可以累个这么久啊？超过二十秒、欸，超久嘞、欸！会解放希腊有测试过这种玩法？有啊，但是没有这种效果啊。我以前就是这样试过了。只是发现印记能互相，就是未解放跟解放希腊的印记可以共存。我的影片真的超慢的，慢大概快一分钟哎。所以你们等一下下次我再讲话，你看一分钟都还看到。我看一下，还真的没有新珠哎。哇，没新珠哦，真的没新珠哎。
魔星入侯苏武啊，我是怕赚的太多猪啊。把它切开，有没有？两康，两康送文仲，我是怕断心猪啦。十康非常标准，十康看到没有？文仲直接送走，所以我可能就这样一直送哦，我可能这样一直送，送到最后一关，因为没有新猪嘛。看，哇，要开招了，要开了，无外错。65%而已，真是蛮多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，没看到是不是？中间千万不要笑到哦，千万不要笑！啊，卡尼老师，你笑到哦，好，现在还有救到，不要再笑，不要再笑中间了，不要再笑，一笑中间就破坏我的 combo 了，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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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难道这关轮回就要残念在此了吗？哦哦哦哦哦哦！我、哦、看、哦、这个就是 OP 耶，威力有点冲各位的想象哦，蛮强。对，真的是从头碾到最后一关的意思哎。啊？真的是这个意思哎。千万不要乐极生悲、啊、我没有乐极生悲，我现在很危险。看报一个比较特动、因为我刚少了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么个卤了，在噎吗？水咪咪，水咪咪，不要迅速断，很夸张啊！这是我就是恢复力的问题。好、哦，这时候这三颗哈、哦，我不会把它消掉，我会把它切开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我把它切开，哎，没切好，你老实哎。有没有这个？哎、欸，九康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威力多弱、啊，落到一个靠北边走。嗯，我可以给他一回合的机会，让我补血，没有？到底是谁给谁机会啊？他在问我，你知道吗？是他给你机会，不是你给他机会。开玩笑，我还可以再给他一回合的机会，我跟你讲，把这个弄掉。控制天象哦，控制天降一直是百姓在讲的哦。你要能够控制天降哦，就等于是控制希腊，控制希腊就等于控制神魔之塔。我看如攻如喊嘛，你这样越说越神奇。对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？到底两康是不是可以把这只带走呢？应该有机会。大家一定一定在等着要看笑话，我在相信。干点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把他送走了，就很莫名其妙，就这样一直送、欸、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好，这时候绿一下猪吧。好、欸，但是我这个玩法唯一的缺点哦，你会发现，靠、啊、我永远从头到尾只玩两康，没错啊，啊，你不玩两康，你玩几康？你玩多了你也没办法啊，因为你康波数就不见了。印记没了，笑了。我有说我要保持印记吗？我应该没有吧。我印记就是拿来做一波爆发，印记留着不行啊。印记留着你就不能做你现在像我现在绿珠什么就不行了。OK， 懂吗？好、哦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六七八九，赌到跳一次，跳。
他没跳，他没跳，没跳怎么办？四五六七八九，对，他肯定是九颗，没跳只能转啊。再下一回合，下一回合就再下一回合再算哈。切掉。抓抓羊，断心，漂亮，断心。来来吧，这时候新珠跟各位讲摆在这里。哎呦，哎呀，我切到中间的，那是属于一个失误。看到那个失误没有？很可怕哦，那个失误会造成一个很悲剧的悲剧。但是我右边的希腊，因为我转两排的原因，他那个希腊那个地方把我救回来。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。好、哦，漂亮了，漂亮了，哪里漂亮？这个好像不太够了，好不好？好像有点，对，我们缺珠了，我们缺珠了。为什么不开那个啊？专属啊？要开啊，可是我还是缺珠啊，我已经没办法做五五消啦。那是赌运气啊，只能五三消啊，五三小啊。那希腊跟专属都开下去了吧？龙科就看全开了吗？你就都要死了。还有龙科，还有龙科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如果再多一只专属的，就差很多。这个主角就是可以换的。哦，但是看关卡，看关卡，没有，我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关卡。我想想，我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，大家是觉得消整版好呢，还是用五五的玩法？因为我现在用五三消，五三消的话，我下面会再消一组，就是一二三，好，然后再加上横排，再横排。好了，就这个好了，反正大家可能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。就赌了吧，可能赌赢了就是你的，赌输就没了。来吧，龙科哦，整版44，整版44就 GG 了，不能消整版。有没有看到我们这种消法是把机已经是降到最低了。好，那你。现在谁做机关营？我今天不知道被消掉了。再绿一点水族出来吧。对啊，下一关是艾德。我只想办法把它绿，然后绿不太出来。超级异伤！哎呦，大异伤！不用龙克，没办法，我已经提早按了，来不及。嗯，对。然后这时候我会五五消，我想把左边那个干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B B 跳。跳你妈嘞！不会跳啊！韩国货不能相信。对啊，故障哎、欸！故障，品质不稳定。啊，重修了。现在要重修。买定你的平板，它就是韩国货、啊。对啊，就差故障，你没发现吗？刚我切到中间的了，哎呀喂！这五五消最怕是不小心弄到中间。刚好十颗。我掐林老师的妹夫啊！我操！啊呵，我看他没有五五消的威力，就差很多了。呵，啊，魔鬼，魔鬼，魔鬼，我没死啊，我没死啊，我没死啊，我死双鱼啊！我我死，断气。鸡啊，鱼全部开下去，血就全开了。至少把左边那只干掉。问题是现在不能五五消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有人知道为什么不能五五消吗？下一回合会 GG， 下一回合的问题没有，因为对，没错、啊，下一回合会 GG， 所以我觉得不能，所以现在只能碰运气啊，就是正常的玩法，这是正常一般玩家的玩法。
哦，去，我出轨。啊，你们看，正常玩法就有 combo， 我靠，你看，你看。GG。其实觉得好像有点可怕。BB 开下去了吧？只好开 BB 了。他连跳三颗星珠了。跳到整版，再转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整版，不能整版。韩国后，相信我，不要整版。哎呦，切开哦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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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我阿哥奶奶，我个串姐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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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乌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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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窝啦窝啦！好像有过希望。窝啦窝啦！下一关恐怖了。下一关吧。结果下一关恐怖了。然后死在人民怪鸟。然后人民怪鸟下关。关得过吗？心服死又要随机转换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可以帮我补血的意思。你先正常是要补血吧。对，看一下哈，补了也挨不了下一阶段的一下嘛。没错，补了也挨不了下一阶段一下。你给他拼了，四五六，好，还不如多一回合打他。没错，杰恩说对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，减几点？你给我挑几个你的水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韩国货有水会好用哎。我不认同，我只是说他是臭脚。怎么这样讲？我觉得他是臭脚。这是暗示。我来啊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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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五下，韩国，全开，全开，没不能全开来，这个一定要玩五才会稳啊。是少啊，对啊，有少啊，开 BB， 对啊，还少啊，所以我就再切一个，又跳，那可能是忽然间故障了。哇，那有人安尼办两combo对，沦为对头安尼个安尼算诶，你个看，够安尼算。歹去啊！看笑了。等下，好点。我全开了，全开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全开，没事，全开。追住啊！对，奇怪，大家都说他全开，全开会死人呐、啊。全开要别住哎、欸，这个啦，这个可以哎、欸，不行，我期待还在、欸、我期待还在。就是两排，挖两排，开主角，挖两阵，对，开主角应该可以。挖两栋，开主角挖两栋。哎呦喂，前面他妈小屌，我他妈错字。哇，相公主角被当阳，哇，带春节机我跟你讲。哦，我那怎么越来越短呐、啊？越来越短呐、啊，有点危险呐、啊！是因为，欧啦！好笑 ，K， 跳高过去了。两康博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不是要把地狱的实况播上去，就玩两康的这个轮回要播上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应该不会死在这一关吧？不要开技能，不要开技能，不要开技能，不要开技能。先不开是不是？醒醒吧，你没有双鱼。反正还一回合。你们是要害我是不是？对，我现在真的不想开啊。六七八，啊靠，八颗哎，不行，我现在要消整版。哎，你消整版，他应该就死了。有这么软？现在有这么软吗？你搞他偏。哪有那么软？动漫不在呀！你看我们的靠转太多了，告诉各位这不是一件好事。水系可以再开，水系可以再开，这个就有点不妙。看怎么多啊？我切不开。那切不开的露蕊啊！要怎么打？切不开的露蕊啊！左边 L， 右边哦。
我看有点可怕，我最怕这种，我这种看有看到，我相信我，小两排一定是最稳的，小两排最稳的，哦，这个还会升到这气球了呢，好看两栖闯轮回，好吧，啊，如果不好用找我，好吧，我告诉你怎么用，好吧，其实要我王在人面鸟，好家在了，不会了，刚刚这样可以过哎，两康博就打通关哎。对，大家以后希腊这样知道多 OP， 如果抽到就是给他这样玩下去就对了，这样玩下去就对了，好吧？今天这个120位观众，你们赚到了，这我们忠实的粉丝，还有光希腊啊，光希腊哦，就升咖啡升咖啡系啊。